哥怎么回来的文吗？是我把你从一群女色魔手里解救出来的，像个死狗一样把你往里拖呀，我就大喊了一声放手，让狗来。不是，我就放了一条狗去了。我是在帮你鉴定啊，鉴定完毕你很帅啊。是我把你从一群女色魔手里解救出来的，啊，人家把你往屋里拖，像个死狗一样，那我就大喊一句啊，放开他，哈、啊、让罗莎来，一马三，让罗莎来，哎，这就把你解救出来了。是我呀，我把你从一群女色魔手里救出来的，那、啊、他们像拖个死狗一样把你往屋里拖呀，我大喊一声，嘿，放开他，啊，玉面罗莎的人，你敢动？就把你放了。